哈 <laughs>，谢谢谢谢谢谢，嗯，谢谢谢谢啊，好久没有看见你们了啊，可不是吗？啊，小剧场还演了些日子，嗯，大剧场一直没演啊，今年算这场两场，是不是？刚才坐在后台，于老师说，哎呦呵，嗯、观众也挺高兴，后台也挺高兴。 是，我说那是，我说还没开演呢，有的观众乐得都背过气去了啊！嗨、哎，也不至于买着票了就高兴，啊、那是，谢谢各位吧。嗯，今天是年终岁尾，哎，二零二一年的最后一天了，跨年嘛，这场演出叫跨年，对啊，我们要跨到明年年中啊。太大了这步子，<laughs> 哎，观众说没带褥子，你看，嗨、嗯哎，不是让您住这儿。<laughs> 谢谢各位的支持和鼓励，嗯，郭德纲、于谦代表德云社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，嗯，谢谢各位了啊，<对>谢谢。嗯、新年新气象，是啊，过了年咱们又长一岁，哎，那就落下这么一个、嗯、岁数越来越大，是，但是令人欣慰的是，嗯，于老师还是那么嫩。 这一年能看出什么来呀？头还是烫的这么滋棱啊！<laughs> 演出了得精神精神，很好，是吧？啊，尽量的多说相声。哎，大伙儿喜欢咱们，嗯，咱们又不会别的，就会说相声，嗯，好好说，好好演，让观众们开心快乐，让您满意，是不是啊？嗯，我也给自己立个 flag。嗯，您这话我现在都听不懂了。来了，方言你不懂啊？ 这是您那村的方言呐，啊，小 <laughs>、啊、孩们不都说吗？立个 flag，什么意思？flag，一个宝盖儿底立刀底，怎么写的？这是 <laughs> 不重要啊。今年亲戚象，我，我要我要转变一下自己。您有什么想法吗？嗯，岁数越来越大了啊，不该说的话不能再说了。啊、哦，哦不该做的事情不要再做。嘿。 不该去的地方，嗯，不要去了。这这这其实挺笼统的，你还还，嗯，就是你，您这这个不该去，不该去，别去。哦，你再去就不合适。我我发誓，我再去，我是个小狗。哎，就是就是这么一个，一个还还起誓呢？您这一个美好的愿望啊，你包括说相声，啊，多出新节目，这对。少在台上提于老师的家庭，啊。 这太对了，啊，那你说怎么办呢？不行吗？不是说你，就是说我。哦，我站台上说我们家的事儿，不可信，不可信，非得说于老师怎样怎样，这才好，这才可信。对，但是也被大家指责，指责什么呀？一天到晚的台上说相声，老说于谦的父亲、于谦的母亲、于谦他们家如何如何的，有意思吗？嗯嗯 哈哈哈！<laughs> 谢谢大家，这么不厚道啊，<laughs> 这些人。这个同行们也指责我啊。你算算有，有相声到现在一百五十年了，<是>你听哪个说相声的老前辈在台上提过于谦的父亲啊？凭什么都提我们家人呢？我很感慨，我觉得人家说的，说的对，啊，倒是有一定的道理。啊、以后我可不说了。啊。得嘞，我谢谢您。<laughs> 你你你得你得拦着我，真的。我干嘛呀？你得你得看着我、哎，要说赶紧拦着。您您要说，我拦得住您吗？您，咱们得共同进步啊。那可以。以前在台上所说的于家的故事啊，全是我瞎编的。你看这就澄清了。人家的父母并没有像我想象中讲出来的，就那种戏剧化的人物，并不是啊，肯定那样。他父亲他母亲，你知道人多好啊。 这就开始了是吗？哦，您这翻篇儿了，和尚，后边那张还是他们，不是，我就想解释一下，啊，在我心中，你的父母跟我的父母那是一样的，啊，那也差不多，没有丝毫的不尊重，啊，那当然，那当然，那个老太太跟我亲娘是一样的，就这么亲。你们是没见过于老师的母亲，你见过哎呀，这老太太、哎，这份儿 是吧，老太太倍儿可爱，是吗？啊，跟我念叨上岁数了，别的也不盼着了，就是身体健康，多活些年，这才正经的呀。我说老太太，您放心，活一百没问题。你也是好听啊，来、哎，老太太这真要强，是吗？天天在地上睡觉。干嘛在地上睡觉？啊，母亲奔八十的人了啊，老太太天天跟地上睡觉，就这么冷天儿，不管什么月份，铺张凉席儿在地上睡觉，就一张单席子。 他说：“接地气，这也太接地气了。这个我看着都深得慌啊。是啊，行吧，老太太没问题。行，我上医院体检，什么毛病都没有啊，健康，就是有点贫血。哦，贫血啊，你这不嘛，我见天儿吃点红枣，哦，补血的。血啊，吃胡萝卜也是补血的呀。吃红薯，哦，这红色的。哎，嗯，吃紫菜头。” 啊，这那特别补血，吃西红柿，嗯、啊，这这也吃，吃大螃蟹。螃蟹怎么补血呀、啊？蒸熟了就红了。啊，那有红色就算。哎，啊，大虾，也红了。哎，啊，拜关二爷，沾、哎、红就算呐。关二爷也也算红色的，沾红就算。哦，老太太买那个火龙果，呵，火龙果砸碎了，怎么样？糊的脸上。 啊，美容养颜，老太太躺地下、啊，哎，抹一脸这躺地上，老看着跟那个案发现场似的。哦、好家伙，老太太碰瓷儿来了，上这，可爱的老太太啊！我没说别的，我每句都是赞美的，怎么到你这儿那么难听？这话什么哪儿难听？就您这弄一脸火龙果躺地下，这我是我是尊重这个老太太，真尊重，那是。还有你父亲，啊，又该他了。嗯，在我心中。 嗯，我一提他爸爸，我就，我就，不自觉的就就啊，特别想立正，是吧？立正干嘛呀？就尊重啊。哦，啊，上家去，哟，特别怕这个老头儿，呃，很威严。哎，但其实他没有啊，他没有说跟你瞪眼，什么，没有，啊，不发脾气。咱们就是尊重，是。老头儿就是一个特别和蔼可亲的那个、那个、那个普通的那个老大爷。哦，哎，在家里边，老头儿特别好，戴小眼镜儿。 啊，有点近视，哎，穿个吊带儿，对，你先等一会儿，你先等一会儿，我都没听说过，老头儿穿一吊带儿那像话吗？那能看吗？那个，你也穿过，我我我也穿过，吊带儿，白色的吗？这儿下来之后，这这跨那叫跨栏背心儿，知道吗？那个，您说那个白色的这么宽那个，啊，是吧？那跨栏背心儿，那不叫吊带儿。 什么是吊带儿啊？还得再裁 <laughs>，你提这干嘛呀你？你这说跨栏背心儿不就完了吗？你这就是一个和蔼可亲的老爷子啊啊！真的啊，我每次见他肃然起敬，尊重。哎，坐在那儿没事，老头儿爱写个东西，啊、毛笔字。哎，什么东西？哦，我看他那日记本我眼泪都快下来了，还写日记呢！嗨、哎、呀，我有时候也写日记啊啊，写了三天腻了，拉倒了。 哎呦，不坚持不下来。人他爸爸那日记本那么厚，嚯，就这么一摞。哎呦，老爷子，我能看看您的日记吗？让看吗？戴手套看，就讲究，他弄脏了啊。戴上手套，是真干净啊。翻开了，嗯，一九八七年三月一日，今天我要开始写日记了。嗯，记录下生活中的点点滴滴，真好啊。再看看第二篇。啊，二零零五年。 我释放了，我又能写日记了。哦，合着蹲二十年呢，他。我说这本儿那么干净呢，看着感动，那有什么感动的呀？真棒，不能不能像你想象那样，那个老爷子不会犯任何错误。没进去，没没没进去，他他还上班呢，他怎么能进去呢？上班呢？他可能是跟自个儿开玩笑，啊，这谁看得见呢？这开玩笑，哄自个儿开心嘛。那个老爷子。 他是银行的行长，他怎么能出问题呢？哦,哦，银行的，他父亲是北京儿童银行行长，啊、我都没听说过有这么一单位，儿童银行的。对，北京儿童银行行长啊，那管什么用啊？兢兢业业，任劳任怨。哦，嗯，每天带着员工们进行各种的反恐训练，每天都反恐训练，万一坏人。 上儿童银行打劫来怎么办？那也就偷一兜子零钱呗，你什么态度？你这个人，儿童银行吗？你甭管什么银行啊，哪怕一个钢蹦，那也不能让坏人抢走。那倒是，老头儿天天的就这出啊，反恐啊。这个如果有坏人冲进来，大家不要慌啊。好，现在要开始演习了。是怎么演习？赵姐啊，躺下<去>。啊，赵姐，孙姐啊，嗯、哎，躺躺躺躺。躺 哎、刘刘姐，刘姐躺这儿来，躺这儿来，我我躺里边儿。对，就起来。干嘛合着反恐就都躺下是吗？哎、躺到五点，大伙儿下班回家，就跟一帮娘们儿睡一觉，合着是？你这什么反恐训练呢？你，就是这么一个和蔼可亲的老爷子，可气这叫。所以你说他被抓起来，谁信呢？啊，我信呢，这个。 这还不抓起来？这都该枪毙！这个，没没有你这样说话的，知道吗？可、哦、不是吗？感谢感谢这个老爷子跟老太太，哦，谢什么呀？您的父母最大的贡献啊轰，轰了轰了谦儿哥，不是，什么叫轰了我呀？轰孩子吗？轰轰出一个孩子，轰什么生孩子生生生生的轰出一个孩子来？没听说过，咱哪儿轰出来的？生生出来谦儿哥，哎，这对，造福了中国相声界。 还造福了中国。这个相声要想说好，取决于我们两个人，啊，那一点不假。从我这个角度出发啊，要动脑子，那也一定的。这是第一啊啊！您记着啊，嗯、怎么能把相声说好？俩窍门。您说，第一在我这儿，第二在他那儿啊。在我这儿就是要动脑子，哦、啊，很重要啊。是要动脑子，脑我们老得研究研究这个东西为什么会这么安排，话里这么说，观众才能笑。 艺术吗？从我们角度出发，要研究。是我这边呢？您这边就是人缘疼人。哦，我是有人缘的。这两者缺一不可。是你说豆根的这边，天天跟缺心眼儿似的。嗯，他说那话还没说完，观众就想起来了。嗯，这个不行，一定是赶在观众前边哦，我老研究这个。举个例子来说啊，嗯，比如说问于老师，嗯，大肠你吃不吃？大肠当然吃啊，大肠。 动物的某个器官是活的时候，它是装那个的啊，对啊对，但洗完之后你吃不吃？吃啊，你看对吧？对，大肠洗干净你可以吃，对，来个马桶装饭你就不吃，哪怕这马桶是新的。你看那装屎，你看他都能接受啊，哎，马桶新的，倒上酒你喝吗？倒上水我也不喝呀。 新的新的也不行，啊，你是不是得研究这个问题？这用研究啊，这个谁也不吃啊。那举个例子啊，啊，郭德纲跟这洗脚，洗完脚这水端过来，于老师，你洗把脸，你洗吗？不洗，他觉得脏。对了，你在游泳池里还扎猛子呢。哎，这我怎么没想到呢？这个好几百人跟池子里边霍霍啊，啊，你跟着哇钻进去。 你看，你看，啊，你为什么能接受？没想到不值得研究吗？对吗？啊，哎呀，一个男的，一个女的，俩人搞对象，是你说分手，我一天都忍不了他，对我跟他配不了，我腻歪他，见不了，我必须跟他分手。对，忍不了就得分手。对，你上班的时候你也未必多爱上班，你为什么能忍？就是因为给你钱了啊，这很重要，对不对？啊。 所以说，你就研究生活中很多事情，其实你研究透了，你就能说相声。哦。但是啊，从逗哏的角度出发，好多事儿好研究。怎么叫好研究？你看，从我们这角度，你只要走脑子，你就能成功。是吗？但是从这边来说，你要不碰见一个于老师这样的，嗯，你就说不好相声。哟，您我这么重要吗？我合作这么多相声演员啊，啊，私交都很好，但是台上，谦儿哥跟我是最好的。 谢谢您，谢谢您、啊、别客气，啊、跟我亲哥哥是一样，啊、这关系好。坐后台吃东西，嗯，哥,哥您吃这个，不不，你先吃，啊、让互相让，一定是我先吃，我吃头一口，嗯、哥哥吃第二口，是我吃一口，他再吃一口，我吃一口，他再吃一口，咱感动。咱吃什么呢？甘蔗。啊，我也不好意思嚼得太干净，是吧？谦儿谦儿哥吃的就比较努力。 是不努力不出水啊！那玩意儿，您都嚼一半了，给我呀？他、啊、跟我，你先吃，你吃完给我。哎，咱受不得。哦，你先吃那口，那口给我，合着是啊？那不重要，不重要。啊，就吃完了，就说这意思。哦，事儿不大啊。嗯，就是哥们之间的交情。是我老站在边上看于谦，那肯定的嘛。这么长时间以来，通过多少个事情看完之后，我决定这个人是可以跟他相交到死的。 这这捧我，这捧我善良，人应该这样。那回是在哪儿？我忘我们在外地演出，嗯嗯，演出还早，然后，呃，傍晚之前吧，嗯，就剧场门口，大伙儿说溜达溜达吧，走一走。那个城市没去过，嗯嗯，旁边就一卖手机的店，哦，一个孩子拉着他爸爸要买那新手机，哟<呦>，看这爷儿俩穿着打扮就是普通的人家，哦，那个手机得一万多，很贵呀、啊。 他爸爸就央给他孩子，咱家这条件买不了这个，爸爸再给你攒两个月，咱们再买行吗？买不起，那孩子不懂事儿。哎呀，坐地撒泼，哎呦，就得买手机，没教育，没法弄。嗯那个爸爸真可怜，是吗？眼泪都下来了。嗯，没法弄啊，掏出一根烟来，一边抽烟一边流眼泪，难受。谦儿哥一直在旁边看着，是吗？到这会儿，谦儿哥看不下去了，我呢，走到跟前儿啊。 给我也来一根儿！哎呦，要烟去了我，我不给人买手机呀、啊，我我还蹭根烟上那儿，哎，叼着烟卷就回来了。嗯、哎，对，你看这咱看着心里，这不是个一般人，那是多缺德一个人呢、啊！这是，这不是一般的人家能培养出这样的好的人来？哎，对，没怎么。但是跟我，谦儿哥没有，不这样，这份儿哎，这这些年来啊，当然有时候抬杠拌嘴也是有的。 难免啊，有的，嗯，但是话说回来，其实还是应该说怨我。呃，您这又是？你看，我批评不不，应该的。咱刚才都说了嘛，啊，新年新气象嘛，是。以后不该说的话我也不说了，不该做的事儿我也不做了，不该去的地儿我也不去了。再去我是小狗。哎，您是要说什么？跟您说心里话啊，您说，您说。之前可能有些个地儿我做的不好，您也多原谅。 什么地方哪儿啊？我说，你看他这人，他这人不记别人的坏处，我就忘了。这是让我最佩服的地儿。是我们有一次抬杠啊，吵起来，因为作品的问题。哦，到最后，到最后我急了啊！我说：“告诉你于谦儿，慢说是你，是就是郭麒麟，我也不饶。”啪！怎么样？给于谦儿一大嘴巴。占完便宜还打人啊？回去之后，嗯，我的心里边。 其实也不是滋味、啊、干嘛？其实啊，啊、嗯，不应该那样做呀，啊，是不是？徒弟们也劝我啊，您不应该这样跟我谦儿大爷闹，哎，是不是？谦儿大对您多好、啊，嗯，你要要听我的啊，孩子们说，您找谦儿大爷道歉去，啊、孩子都懂事儿，徒弟们都劝我，嗯，说到最后我也挺难受的，我说是吧 <吗 S>？那我我去吧，我说这确实是怨我。 一时冲动，是老话说得好啊，冲动是蘑菇。对，蘑菇啊，冲动是蘑菇，像话吗？说什么魔魔芋啊？魔芋，听说过啊？冲动是魔鬼啊！冲动是魔鬼。啊！魔怪啊！什么呀？您这魔怪打起来了啊？哪儿啊？不是不是山东方言啊？没有。行，我找于谦道歉去。来吧，徒弟们说您别空着手啊，嗯，有了诚意才行呢。 哦，oh, 那怎么叫诚意？大爷没别的爱好，大伙儿都知道抽烟喝酒烫头的是吧？哎，您给于大爷啊、uh, 买一条中华，uh, 我还带礼物。我说干嘛买一条啊？啊，uh, 买一箱，这真有诚意了。搬着一箱中华上于谦那儿去了。哎，uh, 一砸门啊，嫂、uh, 夫人开门，我媳妇谦儿嫂看见我了。嗯，uh, 不说不来吗？Uh, 再来是小狗。 哦，这起誓是给我起的，合着。您这太可气了，您哎呀臊的我呀，啊，我是是说过不去 <laughs> 这你没听说，想不到的事情啊，啊哎呀，咱 <laughs> 们说事儿吧，你，嫂嫂<扫>，娘，叔叔<说>，哪儿啊？叫叔叔。 电电视剧电视剧都那么，这不用按电视剧那里边喊。哎哎哎来就找谦哥道歉。哎，说事儿，不在家，哟，不在家啊！哎呦，这事儿闹了，那得了，那改天吧，改天我再来。啊啊，这箱中华您替我转交谦哥。啊，真好。这个口气清新，对蛀牙特别好。啊，中华牙膏啊啊！您是嫌我口臭是吗？放下啊，这多少心里踏实点儿。 哦，不知道谦儿哥那关过得去过不去啊？还提心吊胆。其实呢，人家已经开始自我批评了。我自我批评，我这头在家闹心，他也不好受。我闹什么心呢？他自个儿也琢磨我，我不该跟德纲这么闹，我怎么闹了啊？他未必真拿我当郭麒麟，我也是浪的，我也是。 再说了，他气头上，咵给我一巴掌。对呀、啊，我要躲开不就没事了吗？哦，我没有闪。嗯，啊、您这句话说得好。<laughs> 这啊，哎呀，不行，嗯、我得找郭德纲道歉去。我我怎么想的？我这是，我找你道歉去。找郭德纲，负荆请罪。我也不知道哪儿学这么一词儿。 战国的时候有一个故事啊，负荆请罪，怎么讲啊？有一位老将军，叫廉颇，是跟朝里的一个大臣叫蔺相如，嗯，闹别扭了。哦，但是蔺相如一次两次的容让。嗯，后来有人跟老将军说，说人家不是怕您，那是怕的是文武不和，对国家有伤。是老将军听说这个之后很难过，嗯，是我的错。哦，于是。 脱一光膀子，背着这金条，金条，哎，金条就是边框用的那种东西哦。去找蔺相如赔礼道歉，说你打也打得，骂也骂得，是我的错哦。打这起将相和，嗯、国家富强，这是有名的故事。于老师说我要比鼓。哦，我要学一学老将军廉颇负荆请罪，我要找郭德纲道歉。是是是，啊、就把衣裳就脱，负荆请罪嘛。 嗯，我啊，我全脱了呀，留了一只裤衩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您走小字眼我还能听明白、啊、穿裤衩、啊啊、穿拖鞋，啊啊、那管什么用啊？表示诚意哦。推开门啊，嗯，找德刚去道歉啊。这刚去就走了、哎，就出去了。哦，各位。 这个十二月底的北京很冷，还就是前两天的事儿。你这玩意儿，嗯，我到那儿再脱不行吗？我就非得出门之前我就脱好了啊，虔诚。我干嘛那么虔诚啊？出来之后得先找金条啊，还没金条呢。哎，有，金条是一种植物，是。 一般长个两三米啊，长的能到七八米。那种灌木上面那花儿，可以做精油。是，底下那根儿，是可以入药。这个大冷天儿，我就别学术研究了啊！我得给观众想清楚啊啊！当间儿是这荆条，编筐用的那玩意儿。是是，那你琢磨抽的身上得多疼啊，拉的横啊！于老师出来找找荆条。 一边走一边哆嗦，一边找着。哎，走街上人有那好心眼的大姐，是这是怎么了？这是啊啊！她也是愿意看啊。嗯，你是不是那个讲相声的于谦老师啊？他还认识。嗯，哎，真白，你管着管不着啊？怎么那么贫呢？这大姐，你啊啊这样会冻着的啊！啊，就关心一下。对，这个也没有富裕的衣服。哎，包里边有丝袜。 那能管多的用啊？多少也挡点风吧。啊，于老师接过来，真穿啊？谢谢啊。啊啊，打开丝袜。是，我套脑袋上了。哎，省得让别的观众认出你来。我不出来好不好啊？我套好了。啊，这大姐也是热心肠。是，你你要干嘛去？这是？得问问我要找金条。哦，哦。 找金条啊！拐个弯那银行就问问去吧。银行，于老师穿一裤衩啊，带着袜子，就奔银行去了。这好嘛，多了多少嗦啊？进了银行。啊、哎呀，要往常来一这样的保安得害怕。哦，哎，今儿个这帮保安，啊对。 没见过现这么大的眼的贼，嗯，你要干嘛？呃，金金条。谁告诉你了？这儿有金条？大大，还有大劫？你要打劫呀？贼呀！怎么全听错了？这个打他啊！一帮保安过来，叮咣五四，把于老师打一顿。哎呀，打完之后得跟单位领导汇报啊，还找单位呢？行长，啊，来了劫匪了。哦，行长在里屋正躺着呢，知道吗？ 赵姐，快起来！赵姐，行了，行了。孙姐，起来吧。哎呀，好，我这打劫的自家银行去了是吗？啊，这哎，老头儿出来，打扰我爸爸睡觉了。哎，这事闹的。哎，老头儿出来，带着几个女工作人员啊。啊，老头儿、啊、怎么怎么穿成这样了？是，哎，这才跟老头儿说。 啊，哦、我要去找点金条。哦，这说清楚。哎，老头儿，你糊涂啊！啊，北京没有，北京都没有。你呀、啊，你上河北省、哦、保定地区，啊保定有。保定，上快去吧，快去吧。啊，穿上，你给他件衣裳。几个保安给你搀出来了，那叫推出去的。哎，推出去。老头儿，赵姐，快躺下，<laughs> 一会儿又来劫匪了。好,了好，我说推我出去，老头急着睡觉呢，是吗？ 于老出来打一车啊，奔河北省啊，知道打车，保定地区哦，到山里边问去啊，老乡说这个月份哪有去，没有七八月份啊，这年底了没有，哦，但是我们现在这儿呢有花椒木。花椒花椒吃那花椒啊，那个木头哎，说那个倒是有啊，有用吗？有用，那花椒木好家伙，有这么长了一一节一节的，他们弄的上面疙里疙瘩那么憨。 那就长那样，跟大黄瓜似的，就这么<是>这么一根啊。这个倒是有啊，您、哦、要乐意来一根也行。呃，能用。于老师想来都来了，哎，弄了一根花椒木，哦，要负荆请罪，哦，就那么个意思呗。回来带着这根花椒木到处找郭德纲，啊，我得请罪啊。我那天呢，啊，带着我那小儿子上游乐场了，啊、哦，玩去了。于老师也奔游乐场找我。 哎呦，那个好家好几十万人呢，这这都是玩的呗，谁能看得见我在哪儿啊？对，都看我呢啊。嗯。于老师一琢磨，来都来了，嗯，先来过山车吧。我呀，我还上高处赛。啊。呵，嗯，过山车一会儿激流勇进，我还玩水，玩水，激流勇进，所有人都害怕，是怕弄身上水感冒啊。只有他不在乎。 我不在乎，一会儿就干了。那是错不了啊，高高兴兴啊，所有项目都玩了一遍，啊，三遍了。哎，所有人都看见了啊，最后才发现了我，啊啊，我都傻了。是，你怎么了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谦儿哥高兴，啊，我哪儿有头发呀？我这，这冻成那样了，还有这个，都往这儿看，还不够，好几十万人，啊，看着呢，回头看。 我叫于谦，别自我介绍了。我对不起郭德纲，哦啊，我今天怎么样？负荆请罪，这终于说出来了。一伸手，嗯，就把这花椒木拔出来了啊。德纲，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。之前是哥哥的错。不，不是，不是，我先别说事儿，我先别说，我这有一环节没弄清楚。好的，嗯嗯嗯，呃。 呃，没有跨栏背心，我没说跨栏背心的事儿、嗯嗯、啊。我这花椒木在哪儿搁着来了？花椒木出自河北省山区，你要说六七月份它有这个我，我没说它的出处。好的，我从那儿拿出来，我也没穿跨栏背心对对吗？对，我就穿一双袜子啊，不穿一双拖鞋，对对对，对对然后穿一裤衩对对对。对对对我这花椒木在哪儿搁着来了？ 这好几十万人呐，就说：“哎呦，这是说相声的于谦。”不是，我也没问那么多人啊，我问这花椒木，它来自于何地？<laughs> 啊，<laughs> 你看、哎哎，这大姐送了你丝袜。<laughs> 这个花椒木啊，啊，在裤衩上别着呢。松紧带够紧的啊。你是不是以为裤衩有一带儿？ 你是以为裤衩没袋儿呢？没听说过，别的松紧袋儿是吗？啊，德刚，我错了。哦，打也打得，骂也骂得，多虔诚。接过花椒，抹眼泪都下来了。哦，大哥，大哥，是，怨我，我错了啊。咱们哥俩不过这个啊，<对 S 1> 这个，那您先收着啊。啊，给你了，我用你给我塞回去，<laughs> 怎么那么欠呢？这人。 就哥俩就这份感情啊，这就就咱们不过这个，知道吗？啊，对。说我现在想起来我还热血沸腾了，真的。是吗？真的。所以说咱们新年新气象，哥俩还得好啊，一定得好。而且以后老爷子什么，你媳妇儿、老太太什么乱七八糟台上，我不会再说了。是您都说完了，您都，说，就以前说过的那些，你放心，我不会再重复的啊，也没人听了，不会重复的。其实。 他岳父岳母很好，人这谁不是捡新近的说呀？你这各位啊，给说相声的留口饭吧啊！实在不能说别人了啊，说别人人一告状，我们还得道歉啊，只能说我。那你说怎么办呢？是不是啊？谁让你有花椒木呢？哎，嗨，别提这个人家可以不说相声，我人家就算是在家躺着吃，吃不清。 有有钱，还别说他父亲家里啊，怎么怎么的，那都咱都不提。就说他他媳妇儿这边，啊、嗯，他岳父岳母这边是在北京可能提，您不知道，上哪儿提？上天津问问去，天津都提于谦的岳父岳母是做买卖的，都倒吸一口凉气。怎么着？他是生意人，呵，多少个行业被他岳父母垄断。 或者个垄断行业呀，那个公司啊，啊，当然有大有小，哦，哎，有大公司有小公司，他们家那个买卖从早晨四点就开始开张，一直干到夜里十二点半，就这些家这些买卖，这些公司，就四点钟开张，夜里才早晨四点，他岳父的公司就开张了，什么公司？就卖这茶鸡蛋什么的，茶鸡蛋。 豆腐脑啊，什么就就就这个就是，那不就是摊儿吗？那也是个小公司啊，公公司也小公司啊。那是得四点半开，五点五点他岳母那公司开张了。这卖什么？老烧饼，老烧饼，哎。那茶鸡蛋的。溜，紧跟着啊，就所有的这摊儿啊，一家接一家啊，一会儿卖糖豆的了，一会儿卖气球的了，一会儿糖画了，哎，一会儿酸麻糕了，哎呀，一会儿什么酸枣，哎呦，就这忙活了这点零钱不够老两口挣的了。 你想他要不挣钱的话，他岳父岳母能住在黄崖关吗？住住哪儿？黄崖关，天山，天津。哎，到了盘山，还得往山里边再走二十来公里。黄崖关长城的边上盖着四合院不，咱先盖什么院、啊、咱不管。嗯嗯天津做买卖，嗯、怎么跑那么远买房去？地广人稀，在那儿哈三进四合院 带后花园，带金鱼池，带假山。哎呦，倒是真假。天津城里你没有这个地儿，哦、就非得上那儿。好家伙，早晨四点买卖就开张，夜里十二点半收摊儿、啊。是，十二点半收完摊老两口子急急忙忙往黄崖关那儿赶，睡觉去、啊，知道吗？到家打一照，赶紧回来，四点又开张了。那到家没到家呀？到家了，到家了。哦哦哦，老两口子这辈子不容易，是吗？生了三个孩子，哎。 还有工夫要孩子吗？这个，这净道上了。这个，那咱不分仨闺女，哦，三个闺女，仨女儿，三个大美人儿。他媳妇儿行三，就最小的那个，对不对？大姐姐叫妮儿，叫什么？妮儿，妮儿，妮儿啊。哦，借那谐音爱称吗？啊，叫妮儿。哎，大姐姐叫妮儿。好，嗯，二姐姐叫不。 这也是爱称，爱称。他媳妇叫村儿，一点爱称的意思都没听出来。嗯嗯嗯，就这仨。哎呦，嗯，大姐好看，漂亮。大姐姐，大长腿，嚯，大长腿，谁见都说嚯，哎，这大长腿怎么样？不蹬三轮车都浪费了。好家伙，蹬三轮的才浪费呢。嗯嗯嗯二姐姐漂亮啊。二姐呢？尤其夏天穿一露背装，这叫吊带前面一走啊，后边大伙看，哎呦啊！ 啊，好家伙，二姐就出来了，怎么样？哎，看这脖哎，你、哎、看，还这嗨，这后背啊，一个痦子都没有，那一黑点都没有。啊<那>，这后脊梁不拔罐子都浪费了。嗨、哎，嗯、看着白净，哎，尤其是您的太太，我媳妇儿，呵，村儿，听着就那么哏的慌。嗯，村儿、啊、那个小尖脸儿，哦，多少个女电影明星那脸没有你媳妇儿脸好，瓜子儿脸。 小巴掌脸儿，嘿，一刀没动过呀！啊，原来大小巴掌脸儿啊，呃、嗯，嗯、标志好，大耳朵垂儿，大耳垂儿，大耳朵耷拉到肩膀上，那么大耳垂儿，哪回上庙里烧香去，和尚都想把他留下，干嘛呀？说这开脸儿太好了，哦、比佛像还像佛像，好家伙，那跟假的似的。嗯嗯，嗯这个大户人家，要不然。 人家这仨姑爷能那么满意吗？哦，都结婚了。那、啊、是，这是，这是他们家三姑爷。对、哎、呀。那、啊、大姐夫叫林子，二姐夫叫绿春，嗯，一个意思。这是三姐夫，我我不如他们这名狠、嗯。嗯嗯嗯嗯。嗯但是你有花椒木啊，就别提这个，别提这个了。呵，尤其是没事儿，一家人坐在一块儿，有时候放个假，一块儿聚会聚会。哦，大户人家的风范，怎么着有规矩？黄崖关，啊，哎，往深山老林里边走。 有一四合院儿，啊，做好了，岳父坐这儿，岳母坐这儿，仨姑爷仨闺女都到齐了，老头儿也高兴，是吧？今天好日子，哎，今天七月十五，嗯啊，嗯，咱们聚会聚会，七月十五聚会。之前本来说清明节聚会的啊，啊，结果耽误，耽误啊。对，七月十五人称叫贵节呀，贵节呀，代表着生活富贵。嗯，你这谁骗你来着？来吧，喝酒吧，啊。 喝着酒，不光喝酒吃饭，还怎么着？哎，还要在吃饭喝酒的时候探讨人生，怎么探讨人生、啊？哎，喝一杯酒，岳母站起来了。嗯，大姐夫跟我出来，叫大姐夫出去，叫大姐夫出。大姐夫叫林子，是我们记住了。哎，那是个北京人，哎，可不是北京人吗？北京人才说林子啊、哎，林子大姐夫做生意做得挺好。哦，哎，他是那个王八啊，叫什么？王八。 王八啊，王王八就是屋里好些个电脑，小孩们跟那打游戏。开王八的，开嗨没，开网吧的啊，差不太多，不重要。差远了，重要。老太太领着出来，哦，搀着岳母，哎，后花园围着金鱼池一转，还有金鱼池。哎，生意怎么样啊？哦，两口子日子如何呀？闲聊天，还刚拌嘴了吗？嗯，聊会儿天，聊着聊着，老太太脚底下一呲溜，嗯，懂怎么了？掉金鱼池里了。 老太太没站住，其实是诚心的，他干嘛诚心掉里头啊？考验一下大女婿的为人。哎呦，他要看什么呀？哎，大女婿啊，外套一脱，咚下去了啊，给老太太脱上来了。哦，救人，老太太高兴，是好孩子啊？怎么好？不白疼。那倒是。哎，妈给你买辆车，汽车啊？嘿，给你买辆金杯。嗯，买金杯大车，先先来一辆，先开着玩。 哦，哎，奖励你吗？啊，那也行。这才回来，一进门，老太太乐了啊！我刚才掉水里了，别解释，没想到的事情。行了，行了行了啊，换衣裳，这换衣裳当人换衣裳啊！哟，屋里还有人呢，活新鲜呢，以为您要负荆请罪呢。嗯嗯嗯嗯。上屋换完衣裳出来啊，绿春，哎，叫老二呢，绿春跟我出来啊，哎，绿春出来了，哎，绿春。 东北人，哦，哎，这会儿吃的正高兴呢，是吃那蘸酱菜，呵，就爱吃这个。东北好吃这个，走啊，跟我去呀！哎哎，妈，等会儿再吃两口，就喜欢蘸酱菜。哎呀，啊，给他一罐大酱，他能把门口的绿化带全吃了。好家伙，菜不菜都放二上了，出来，出来，出来！嗯，出来，驴春搀着老太太，啊，金鱼池转一圈。呵，日子怎么样啊？ 还是这几个问题，正义如何呀？嗯，跟我闺女吵架了吗？哦，懂，老太太掉金鱼池里边，刚才衣服白换了啊！二姐夫外套都没脱，是啊，下去了，给老太太拖上来了，更快，老太太高兴，是好又好，都没脱外套，是太拿妈当回事了。对，妈给买一车，又买一车，买一桑塔纳，嚯，这小车了，比金杯就强了，那是啊，回来了。 啊！老太太一进屋，我又掉水里了。你又来了。想不到的是，屋里去吧，这不还在这儿呢吗？谦儿，给你了。老太太不换衣裳了，快来吧，上瘾了。带着谦儿啊，围着金鱼池啊，日子怎么样啊？是家里挺好的。你直接下去。爸爸还在儿童银行吗？啊，还跟赵姐在说这干嘛呀？啊。 啊啊啊！您又惹祸了吗？没有，负荆请罪了吗？还他全知道。啊，你还要金条不要啊？行了，说说懂。哎，都老太太掉进鱼池里边了，早就该下去。谦儿傻了啊！谦儿不会游泳啊！就看着老太太跟水里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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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水面上就剩老太太一只手。哎呦，谦儿过去抓住，把戒指摘下来了。好家伙，老太太就淹死了。 淹死了吗？淹死了不要紧呐。啊，岳父给他买一大奔。热这。